喂，你好，我是金公公。这里有一个亲戚，他请假是和我们的三楼的房子的，房子超级便宜。这个是一个美琪家啊，需要就可以呢。像冰就微波炉、空调、冰箱、鞋柜，完这样进来的。这里有就一个自己的有庭院，朝南的晒衣服的房子是这样的。这有点高，有点低，可是这加床、衣柜，这个隔音效果很好的。加马桶、洗衣店，它洗衣机在这里，洗衣机还要通风好，卫生间通风好。我有点担心，就是隔音效果怎么样？隔音效果，水泥窗也很好，隔音效果，所以不要担心。外面庭院也很好，这里有晒衣服的。自己的晒衣服也可以，就是呀，房子想的比性价比挺好的房子的，叫马丽加我微信，我是金公公。